啊，你是安怎无去啉迄酒呢？四番岁，我因阿母要紧代志想要甲你讲，啊无，咱来去前厅讲好无？哎，我哪有迄个时间？等明仔载咱再去斗。哎，四番岁，大哥，啊你要去倒位？我要来探望你的大嫂甲二嫂。哦，你搁真周到，你是惊我阿嫂甲你食醋心？乱讲，这是恁嫂规矩，你是捌唔捌？那安尼真好，真有守规矩的丈夫，你赶紧去甲阮阿嫂敬一个啊礼数，啊，我要来去见阮三嫂，甲伊讨一个见面呢。哦，哼，好，你去讨你红包。哎，龙哥姐啊，你伫遮哦，安尼就拄好，呀，跟我斗阵来去。哎，哎，稍等下啦，我伊阿。也有代志啊！你想什么代志？我因阿姆，安怎啦？因为伊伫花园伫等我啦。咦？啊！我知影。好，啊那安尼你紧去，较袂互伊待遐等伤久。想讲要甲三嫂讨一下见面呢，这是应该啊。三嫂所有的嫁妆
拢是伫个后堂诶。无论是珠宝、首饰、珍奇古物，任你挑选。哎呀，三嫂，你是一个将军哩，当然你诶嫁妆甲首饰是遐珍奇古物。啊，我是兵了王诶千金女，我当然嘛无稀罕遐诶物件。啊无，你是要提啥物物件？三嫂，顶一摆我有看你下一支剑，敢若毋是普通剑吼？是啊，迄口就是家师所赐的自身剑。三嫂，你搞自身剑，互我做见面礼，好无？是安怎？你毋甘哦？毋是我毋甘，金莲，要无安尼好？以后我若是做你的大哥，成事了后，我才将朱仙剑来赐你。小二都还搁等咱尼久，金莲，迄口宝剑若是在你的手中，只不过是一口的普通剑；，要若是在我的手中，定情杀敌，过关斩将，威力就无同了。是啊，你是讲我武艺无好哦？无毋对，我是爱你好。三嫂无愿意参照别人，拢讲一寡你爱听的话，安尼是颠倒害着你。如果我若是较早甲你的大哥成婚，连迄对铁板我也苦劝伊毋通杀。金莲，本身的功力若是无够，任何的新兵来去也发不出威力。轻视我，别暴力我，不然我怎么轮你？金莲，金莲，金莲啊！这是什么物件呢？这哦，这都要送给你的新娘啊！哦。丁山呐，但金丁的脾气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你莫听伊在咧乌白讲，赶紧的，转去新房陪伴你你的新娘啊，进去哦。大姐，你做人哦，就是遐尼啊忠厚啦。会用的啊，你要转去新娘房是毋？好，你稍等，我陪你来去。新郎官。行，我跟你来。母啊，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叫我袂记哩啊？啊你唔是讲我敢那石头，啊伊敢那哭，啊我今仔日都要用这个石头，再搁拼看卖咧，看是石头较硬啊，哭较硬。行啊，这。哎呀，金丁啊，当嘛好啊，也唔赶紧将石头放落来坑咧啦。哎呀，阿姊啊。我吼、无去甲伊拼一个冤家，我足唔甘愿的啦。安怎着搁比一个啥物冤家呢？啊，顶一摆你毋是比韩丽花，迄两支铜锤拍一个飞一个半空中，在比啥呢？你搁讲，你若莫讲哦，我搁袂生气，愈讲我才愈生气。伊若真是哦，开来赢我，我无甘愿，还搁用偷食包呢？哈，伊将我的肉下甲我点了。只害我两支腿后摆去放风中咧飞，啊！你要咩甘愿？莫生气，莫生气。总讲一句吼，我即阵啊，若无将伊压落底，啊后摆毋着歪来欺负我。袂啦，袂啦，共小妹啊，金丁，你嘛莫安尼生。人韩小姐武功又要够好，也功劳也大，而且又阁毋是普通门庭的查某囝呢。你也莫去冒犯人，唔则袂予咱的翁婿为难。是啦是啦，两位夫人，你实在对丽花是拢总是误会啊！好，你甲看，你甲看，袂成袂着拢替伊讲话啦。哎呀，夫人呐、啊！
放心，恁最放心，我是最担心嘛。恁三个后摆若甲我联合起来，啊，我就影走投无路了。调伤久啦，对啊，已经离境啊，好紧去啊啦。啊？迄是恁讲的哦，毋是讲我家己爱去哦。你若叫我去，啊，我就过时咯。丁山遐尼啊欢喜，分明是对韩丽花情真意切。当初我好甲再无将姻缘甲韩丽花这个婚事讲出来，也若无今仔日变哪有这尼啊美满的下场？新房嘞，真是你啊！你踮在这创啥？我是想要来看新娘，伊到底有偌水？啊，不过我歹势入去房间来看。唔免看。我甲你讲无，迄韩丽花哦，生出有够水的遐水，也毋过，伫我情人的目睭内，你比伊搁较水。四丁山对待秦汉情如手足，为着要让四丁山对我的话深信不疑，我只好暂时利用伊。小姑娘啊，有一项代志吼，我吼真想要甲你讲。唔对，应该爱讲，我真想要问你。我问你吼，你看我真憨，这个人，这个人，我煞来袂晓讲啊。我问袂出来，啊，鬼气啊！应甲你讲的较紧啦。我甲你讲，我对你吼，好啊啦，你唔免讲，我已经了解你的心啊。啊？自从你殿上我去过的头鬃，又搁救我的性命，处处伫咧关照我，但我唔是戆人啊，
我哪会袂了解你的心肝呢？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要答应我？安尼啊？媒人专家，迄个爹爸讲啊，甲我做媒人，哎呦，什么大事？好，我要来找爹爸讲啊，做媒人啊，爹爸讲啊，四万岁，嗯，文王，到底什么大事啊？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，你若是唔听，你绝对会遗憾终身。到底是什么代志，遐尼真紧张呢？四万岁，我以前讲的话，信不信由在你。但不过，你千万唔通讲出我的姓名，啊，若无，我绝对会死在韩立发的手头。为什么？你知影韩红，伊是安怎样死无？听伯公讲，伊是得到急症而亡啊！听千岁去用骗去，连你也去用骗去，那是韩红，伊是去用台死。台死？为什么韩丽华伊要欺骗听千岁呢？因为伊袂用讲出凶手的姓名，因为台死韩红的人就是伊韩丽华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四万岁，夜里三呼。不管你目睭金金，看你是一个世子，娶一个色妇给你为妻。亲阿祖有事，你敢无听到千岁讲，爹爹是将急症身亡？唔对，你的父亲是被杀死的。你哪会知影？我不但知影，甚至也知讲，真凶手就是亲手怎么叫就是你。